这个的，不要。还好我可以那个闭着眼睛享受那个习惯，不然还蛮想笑。等一下假发掉下来，应该蛮糗。笑，为什么这时候要笑？你这时候没有笑，我要没有，我要对你就是淡淡的微笑。对，等一下换我从那边走过来，好，我会换这件衣服。好，所以观众一定要看勇士版。他就是搏命性感演出。然后，这真有难度，不是害不害羞的问题。你有收过女生花吗？有。是哪？你会送花？高中的时候有。那男生是收到什么比较高兴？我不知道，我自己都没有特别觉得。他说过最奇怪的是什么？说过最奇怪的。他都会留着吗？会，这个我会。那你有一个房间放着吗？会用个类似像那个男生的那种 Nike 鞋盒，稍微分类一下。对，有人欣赏这是好的啦。有一天没有人欣赏就惨。整理强迫症。对，我有强迫症。我还蛮喜欢收一些实用的东西，送我花我就。这几天两。等一下，你前面夹了什么？还有夹子啊？这样子拉进去。哦！太帅了！我都很犀利啊！对啊，这都是306。哇！支持他，OK 啊！脖子差点都断了，头皮也掉一小块。OK 了啊，尽在不言中啊，拍戏很辛苦啊。今天这一场啊，是那个我弟他的幻想画面。然后他准备要献花给他的爱人，这个人就是我啊，对，是雅文啦、啊。然后我要打破他的这个梦想，出现在你的梦境中。你等一下，知道吗？我也只能换你可以，两个班都是，不然雅文都是喜欢海鲜的。我们原本想要来一个就是靠近镜头的，但是我觉得会太搞笑，还是不要。你自己说你就是从开拍到现在你放弃了吗？没有，老实说，真的全国观众在看哦。我从被掉出来之后，应该至少胖了快6公斤，五公斤。这种演员敬不敬业？胖了6公斤，而且全部胖在肚子跟脸。不是，因为我想说演个军人一定要有点分量，所以我就尽量开始饮食就稍微没有控制，然后配合的健身。一个不小心，他说胖在肚子，为什么还有脸？